亲爱的王太太，缘分让我们相识在进入国中的那天，领着我们跨越了友情，变成了爱情。此时此刻，又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，诉说对对方的爱，对彼此许下这辈子最重要的承诺。庆幸一路上的我们都一直在彼此的身边。亲爱的珠宝，交往的三年间，你每天都做便当送完给我吃。登机后住在一起的这一年多来，你也包办了几乎所有的家事。每个礼拜六早上固定去菜市场买菜，买菜阿姨都在问说你有没有女朋友。你总是记得我说的每一句话，记得每一件关于我的小事。谢谢你把我爱得这么好，谢谢你让我能一直当一个幸福的耍废人妻。这些日子有你有我，我会抽出三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中间抽出麻将把它排出来，就开始。先全部捞。今天那么冷，可以卸了吗？可以，可以卸，可以卸。好，来，数目19204 ，OK， 恭喜爸爸。鼻子要转十圈，乒乓球投到正确名字，计时开始。没有，没有捏鼻子，不是大象吗？七，加油啊，兄弟们！有了。二一，小车，压哨！进入惩罚赛。是你眼中的我，选到正确的拼图拼上去就可以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，怎么那么多许又清啊？我怎么一直看到许又清？这嘴巴不用，嘴巴不用，嘴巴不用。二一，好，惩罚，惩罚，谢谢，惩罚。一，看老子。二三，一定认不出来，他没有，一定要有答案。我没有，我只剩30秒就过了，你这个废物。3分钟之内要将两个人的合照按照时间的顺序，帮我用5个人，然后转过去写新婚快乐，好不好？过去。太快了吧！边走拜托排队，你看按照你的体重啊。对啊，你的身形。3、2、1 OK， 好，就这样，这样对。恭喜！耶！那我们先节奏来一下。OK， 不对老婆耍酷，不让老婆吃醋，吵架要3重：从不洗衣，从不做饭，从不拖地。如果他没看错，一定是我的错，才害老婆犯错。如果是他自己的错，只要他不认错，他就没有错。如果老婆不认错，完全没有错。最后，我想对你说的是，永远很远，但为了你，我愿意相信，往后余生，我都是想在你身边醒过来。有我，有你，有我们养的探吉和岛辉，有我们俩生的小孩，最好是一对兄妹。谢谢你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可以进去了吗？请进。亲爱的老婆，我们的故事下一章开启了。也许是我们够了解彼此人生的好与坏，也许是我们有着深厚的友情基础。终于我们把这一切的难关都走成了美好的回忆，紧紧牵着彼此的手走到了今天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最好的情人。求婚没有写稿的我想借由这个机会再问一次，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当我最漂亮最可爱的王太太吗？我愿意。Place in my life, I'm full, but I've
佑恩，今天非常漂亮，你完全符合我前世小三的形象。第一眼见到你是在的台安医院的保温箱里，你那时候像只小猫一样又瘦又小，你的整只手掌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。我特别记得第一天你介绍奇瑞，奇瑞揣揣不安啊，非常紧张。最后要走的时候，你们俩又在我们两个面前放闪，差一点以为这个奇瑞我们还需要再考虑。我觉得你是真心的，那我也相信你将来会好好的对待我的女儿。掌上明珠今天就交给你，你不要比我还激动啊。很乖巧，其实我跟爸爸都很放心，就像爸爸刚刚讲的，奇瑞，我们把我们的掌上明珠交托在你手上，我希望你真的一辈子对他好，一辈子你们两个真的就是互敬互爱互忠到永远，祝你们爱你们，谢谢妈妈。 I'm standing knee deep but I'm out爸比妈咪，今天是你们宝贝女儿出嫁的日子，谢谢你们这29年的养育之恩，你们让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，虽然我们的音量都大了一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们都会永远在我身后支持我，你们不只是我的父母，更是我成长路上谈心的挚友，我永远都会是你们的宝贝女儿，跑也跑不走，赶也赶不掉，也会很常回去找你们打麻将。要记得输点钱给我。我爱你们。爸妈，初次进到你们家门，你们那锐利又和蔼的眼光，和时刻担忧女儿的心，无不写在脸上。我由衷的希望你们能够放心安心，往后的每一天我都会尽我的一切能力来照顾岳文。希望未来的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平淡而温暖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，但是回头想的时候都是闪闪发光，然后让我们会心一笑的。我爱你。